是一只手啊，西亚米，叮叮那你现在硬碟有在用吗？叮，你不是在用吗？用什么？啊？我没有在用啊，你要用？你最近都会用吗？就是，不是有清空吗？所以就是下载，然后送传这样啊。怎样？我要再做备份啊，哦，那你先做啊。做备份要好几天。那就好几天啊。那你的硬碟要拿出来，那盒要借我，哦，可以啊，没有问题。那拿来借我。行啦，嘿嘿嘿，喵喵喵。